我上一次中暑是我大学军训的第一天，人生第一次晕倒，就是觉得很热，然后好累好难受，然后我的眼睛睁着就开始慢慢慢慢的视力减退，就慢慢变黑，然后变红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到看不见就黑的，我睁着眼睛是黑色的，然后我整个就这样倒下了。哦，跳闸停电了，了，怎么办？真的停了，没空调，这真的是什么什么什么连夜雨来着？屋漏，对呀，偏逢。这样吧，我们速战速决吧。快，让宝宝快吃掉！哎，我尽力吧，我不太行了，有点。如果连浩然都吃不动，那可能就是咱们这团需要换点中餐。我在这坐着都流汗，我也想，我觉得这好热，真的好热。昨天晚上也吃了一个火锅嘛，因为实在是不想吃咖喱了，真的这个胃啊，就是还是各种疼，特别难受，然后一直忍着。我的肚子是万马奔腾。我觉得你的脸色很差，因为他快不行了。我们要不走吧？走吧，走吧，露露，我现在已经活过来了。好。各位游客请注意，我们现在去 Lokitani， 是拉加斯坦当地风格的一个民族村。